陛下恩赐，一函半谢。小人并非贪图赏赐，只是天灾民困，小人欲以陛下赏赐，救助孤苦，求陛下恩准。<笑>起来吧，谢陛下。想不到你还有这份心，朕就赐你长者之后，再次善骑安车。 立案汉令，赐你盖，以示有功，让你家在善之余。奉旨，济世安民。一函代天下百姓，谢陛下圣恩。安民有功者，朕不会领赏；但祸民生乱者，朕也不会轻易放过。 臣刘安，向陛下请罪。请罪？擅离封地，迷惑百姓，诬陷皇后，动摇民心。你请的是哪一条啊？臣自负精通黄老之术，略识天文，梦中又得仙师嘱托。 为救千万黎民，所以一时情急，创下弥天大祸。如今一场大雨，犹如当头棒喝，臣自知罪重啊！你确实罪重，所以让你身首异处。陛下仁厚，淮南王虽然有罪，但毕竟是为黎民百姓啊！臣恳请陛下从轻发落。丞相之言。 臣不敢苟同，若人人以救民为由触犯法纪，那律法何用？淮南王既犯死罪，不依法论刑，何以正朝纲？陛下，罪臣修道卓书一心为民谋福祉，自离淮南只身入京求雨，虽无不轨之心，但以报必死之志。 我心天赐甘霖民生德宝，陛下与皇后生育得彰，罪臣死而无憾，臣甘愿伏法。好，既然你认罪领死，朕成全你。来人！ 云朵般的绒感，舒洁顶级舒适超厚感，层层鱼柔，每一抽都是极致呵护的宠爱体验。舒洁干净进化论。